哇塞，空空如也这个停车场。哇塞，好车，不，兄弟们太车了，应该这个车位应该是他铺的这个地面，这个滞留瓶地面这个漆的味道，很大的一个味道，估计才铺的。那这个里面停车场空空如也，一个人走在这里，还是不害怕，因为这个里面的灯光比较亮。但是呢，不说还好，一说我就心里就会想，哇塞，这么大个停车场，这是地下富二代嘛？然后就只我一个人，你会不自觉的想起那些鬼片、僵尸片、恐怖片，突然从这个停车场的某一个角落抓出来一个人，哇塞，哎，有点恐怖。来说一下这个，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新楼盘，然后他这里开了一家新的超市，还比较大，应该是去年年底开的吧。然后呢，今天来逛一逛，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，有什么好吃的。水果区、日用品零食区，这边是熟食还有水产区，还行吧。这个超市看着还比较新，当然它这个新开的肯定是比较新，比较新比较大，所以里面的东西还是比较多。北京烤鸭，你这个鸭子啊，鸭子是啥？你那个鸡是方言是啥东西？方言是烟鸡鸡。啊？烟鸡鸡。烟鸡鸡，哪一个嘛？好吃的，烟鸡鸡。怎么样？真的好吃啊？嗯。这是豆腐乳啊，这个。哎，豆腐乳。这个哪买的？这个十五块。十五块一斤。这是去年我的那个展销费，买了不是一大罐嘛，25块钱，然后拿回家我爸我妈都不吃，然后我吃，然后过了几天我就硬要给他们吃一点，然后从此以后我爸每天晚上吃面或者吃稀饭都要弄一点这个豆腐乳，所以我买的那一大罐豆腐乳有一少半是我爸吃没的。这个看着还行吧。哎，好，好。哇塞，这个电梯，这个停车场里面阴森森的，凉飕飕。这一边也是，没有一辆车。这个新超市，人气还不行，人还比较少。赶紧离开这个空荡荡的地方。哇，这个停车场就我一个人，那超市里面的人别人都是从那个地上从地面上过来的，因为现在进这个超市的人都是附近的人，他们走路就过来了，然后很少有像我这种远方的来客。那这个超市因为新开的超市，很多人还不知道。这个是负一楼，这个就是那个超市的仓库吧，好多东西，可不可以下车马上迅速闪电般的搬一件？耶，这个不是出口，我去，这是别人超市的仓库，前面没路了。别人是去卸货，我有点想去上货。啊？啊？
嗯，你念一下爬上来。他还想上车。大吉大利，今天中午吃鸡。哇，这个鸡还是香啊。哎，他说这个什么鸡？盐焗鸡，但是这个上面五香卤呀，这个明明是盐焗鸡，他为什么这个条码上面打五香卤呢？来吃一坨。盐焗鸡是什么鸡啊？是用盐炒出来的，卤出来的。吃的还是香，具体是什么味道呢？不好形容，因为它不像卤鸡，也不像烤鸡，有一点点像那种豆豉鸭的那种味道，只是没有豆豉鸭那么浓。好了，装盘，准备吃饭。还送了一袋这个辣椒面，还有这个花椒，撒一点这个花椒面，花椒面里面有芝麻。然后这边就放这个辣椒面，然后这里就放辣椒面和那个花椒面，然后这里什么都不放，一鸡四吃，原味、麻味、辣味、麻辣味。然后呢，再把昨天这个卤猪肝给吃了，再配一个汤，这个就是今天中午的菜，卤菜一汤。前天之前才买12块钱个，你想尝试二尝试再打尝试。哦，那个两个非常这个鸡肉，我刚才在厨房里面吃的时候，还没有达到很香很香的程度，但是呢，这个鸡你现在只是越吃越香，越吃越香，吃到后面这个味道越吃越浓，越啃越香。放了有点咸了，记得同一件吃哪个带头。嗯，猪肝饭是啥好吃？你老汉就说这猪肝条儿不是好吃。他说呀。嗯。他没跟我说呀，还跟你说呀。哎。